养老院涉嫌虐老，爆出来肯定会关门。知道家人被当成新闻人物的感受了？你是专业的新闻从业员，还是受害者家属？这么感兴趣，不会想拿我们来做新闻吧？这个消息是招致跳过他跑来找我。这里的人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？新闻女王每周六晚上10点是在 TVBS。